雾博士来袭，终于拿到巨龙石碎片了。对了，雷龙呢？躲进森林了，我们现在就去找他。怎么回事？是雷龙。等等，他不太对劲儿啊。不错，做得很好。就是他控制了雷龙。把巨龙石碎片交出来，不然的话。你是什么人？居然连我都不认识，看来我得好好介绍自己了。哼，悠悠，我是宇宙最强的武博士，最爱收集宇宙的强大物质。无路路行有块巨龙石，无论如何都想拿到手。机器激光大炮齐上手，谁知巨龙石炸碎全飞走，结果碎片落入你的手，劝你乖乖交出，别跟我斗，不然武博士出招吓到你发抖。哎呦哎呀呀呀呀呀呀，我的腰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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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腰看来不给你们点厉害，你们是不会交出来的。哦，危险！维斯，超级进化！勇气力量超级维斯龙爪飞踢，哈哈哈哈。
乖乖交出巨龙石。啊！屁！安仔，这里很危险，你先带小龙和巨龙石碎片离开，这里交给我们。屁！屁！好，你们小心。想跑没那么容易，追！连招旋风摆尾。不会让你过去的，别再浪费我的时间了。想跑呀，那就交出巨龙石碎片。安仔，熟悉的力量，莫非这是？没错了，就是它，巨龙力量。啊！安仔，把巨龙力量借给我们吧。没问题。超级合体。让我们一起说